声音点，大家早。好，声音都在外面 echo 了，大家早。早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要上的是进步问题。那刚刚有问过你们老师，你们已经有上过大概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刚才也有上过那个大概，你们已经有知道大概的概念。那所以我今天准备的呢，都是有题目而已。但是有难的也有简单的，那你过了简单之后呢，你那就可以知道下一个。首先，你们都好像没有设想，所以我今天要先请六个人上来，有谁愿意？啊，对了，我忘记了，我要帮你们分组。然后呢，我今天有准备，就是很有创意的礼物，我觉得。因为我们最后会做一个很有创意的活动，所以我先准备了一个我觉得很有创意的一个小东西。但是呢，我没有那么有钱，好不好？我都还没开始当老师，我们准备得起 iPad mini 呢，自己都买不起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俩会准备一个很有创意的礼物，但是呢，只有一组有，没有全班有。所以等一下，只要上台计算有对的，我都会加分。然后最后会比你们创意，看谁的题目最有创意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打算让你们比较好讨论，所以前后一组。所以呢，这边第一排、第二排，你们两边是一组，后面两个一组。怎么会这么 surprise？ 跟他很好玩是不是？然后再来，前面这两个一组，后面这边两边一组。那最后两排呢？哦、oh. oh.。一排一组，可是你们这样不好讨论啊。那我们要怎么讨论？好，你不要占了你的位置哦。刚好我们要占你的位置，怎么还有女生？好，我既然这样想好，我们就这样试看看吧。如果你要不行，我们再换，好不好？前后，我都还没有试，怎么会这样不行 ？Come on， one two， 哎，你走，他在 here's one， two， three， four。我不好意思，我习惯五在后面。OK 吗？好，来我看一下第一组举手。我们确认一下第一组，你是要自动退出吗？不要嘛，对不对？第一组。然后我们三个一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加他们。OK， 好，第二组举手。可以啊。哎，对，自己清楚哈。好，什么下？第二组这里。第三组举手，对，谢谢。好，第四组在哪里？对，如果说我自己分好，你会忘记。等一下如果加错分，你要提醒我哦。第五组举手。第五组一个人吗？三个人而已。对，我们低调。快点啦、啊！你那边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吗？我认得你啊。亮哥，我认得你。好，来，首先我要请人，既然没有人要出来，那就一人推派一组推派一个人出来，快点，最快出来的加前三名加，第一名，第一组，快点，前三名的加快点，这是一个游戏啊，你是一个小游戏，不是叫你出来表演，不用害怕，我会让你丢脸。前三个是谁？来，前三个举手。这三个男生对不对？来，报你进第一组。对嘛，第一个加。第二组。加三分，第二个加两。我已经忘记谁是第二名、第一名了。第五组。第五组确定吗？啊，第一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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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好，再来，接下来呢？我现在只有五个人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就五个人吧。好，那五个人，请你们围成一个圈，快点，不要给后面看到，屁股朝他们没有关系。屁股好，我们这个可以拆成两组，没关系。好，我写不够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五个人？有没有六个人？就没有人要上来，那我们可以上来吗？那现在请有的人出三个手指头，有的人出五个手指头，可是不要给下面人看到 ，OK？ Ready？ 想好哦，啊，不要每个人都出一样，那这样一下就拆出完了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不开头看呐、啊，那就你等一下出来好了，你等一下出来，算有几根手指。值日生是谁？值日生啊，就是你啊。那你等一下出来算。好，来，只有值日生可以参与，你们靠近一点，来，预备。对，因为你要猜对有分啊，所以不可以看，不可以偷看，偷看就不公平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只有三跟五的选择，你不要给我出一个耶，你要出一个困难啊，你会算不出来。来 ，one two three go。
好，资深、哦、我们要公平起见，有第三证的，只有五个加。有吗？好，几个？八，不要八，不可以八，八，等一下会计算有问题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，来，十九号，确定？要再算一次吗？来，我们再 double check 一次。在相片的同时，你们可以想想我们的计算方式是怎么算的。我等一下要请你们用同样的方法哦。好了，确定吗？这个十九了，开始计算了。儿子不用生了，知道吗？真的，两个初五，三个初三，先算这么厉害？他们打野的吗？刚刚初五的举手，刚刚初五的举手。你生日被猜中了，那我知道了。我们再找一个人进来，谁愿意再进来？然后等一下要答，好，不要再进来了。我们等一下换掉，换掉，换掉。OK， 等一下换掉、哦。我们等一下再随机一次。然后要讲答案的举手，可以吗？啊，上面的人啊，但是不行啊，你觉得呢？如果你觉得你算术很厉害，那你就换一个人上来，好不好？不然你们在这里跟我说，不关我的事啊。那我们要换人，我们换人，我们换人。我换人，然后换人，来给你们三秒钟换人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哎，我想。几个人？几个人？初
个出十根手指头好了。四个出七，来出七的举手。快点，对，来一个人放下。OK， 那个是 number four， OK， 好，谢谢台上小朋友。给他们掌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要换下一题了。所以这个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表示很多人几乎问题都有概念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刚刚怎么算的？哎，假设我用是十九，对不对？总共有五个人，然后有十九个手指头在前面。那有的人出几个？三个，有人出五个。然后你们是怎么算的？有谁看前面写给我看？好啊，加分啊，没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分数是我在我手上的。好的，来。后面老师阿姨举举。哎，后面中间后面都没有，后面有没有？我前面前面还没有，前面前面有，后面都没有。然后看你举举。好啊，走方向，走方向，走方向来。既然有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举手了，哇，对对。还是一个拍子。你不知道旁边有那个鱼帆这件事情吗？谢谢谢谢，我手离。两个小手的谢谢，第三组加油，第三组加油。谢谢。五乘五等于二十五，二十五减十九等于六，六除以三等于二。好，这么简单对不对？来看得懂的举手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有人你们那边不知道是哪位，可以请你来解释一下吗？这个是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向左。向左。不好意思啊，等等，快。这是他们智商的问题。不是你自己写，你们那一组听不懂。刚刚有举手的都举手，只有你们那一组听不懂。老师，你听好。这个是因为有五个人。然后他们的五个是你确定吗？假设吧。确定什么？确定假设大家都出五。知道你写的、啊。然后就十九根手指头嘛，就剪掉嘛。然后呢，再除以，再除以三。所以是用什么？开始讲了吗？对，讲完了。所以他刚刚是用什么？假设的二十五去剪。真的存在的十九，就会算出六，五减三等于二，我这样算错，不能加分。三十，老师我错了，加分算错了。为什么？老师我们这一组加三的。分哪老师？当然可以改啊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有的不可。原本。没有，那我这样说。来，答题会加两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刚刚有小错误，还是别人帮你发现，所以只剩下一分。好，来看到第二题。哇！那请问谁可以算得出？老师，我今天举手的。真的、啊？对。夹到夹到，我都没看到，没有正的。来，换我们来，再来一样，每一组换一个人出来，好不好？自己来，自己找一块你自己的天地算出来给我看。只是说实在，这一题你算得出来，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你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要这样听吗？太棒了，知道这是
天呢、啊，我在自己写稿子，想说我来验算一下，好，免得明天出糗怎么办？因为我数学也不好，你看我刚算什么都算不出来，所以我说我自己来算一下，免得你们比我厉害，我就出糗。结果我看一下，不对啊，二十乘以十就240，我什么都算不出来，我在那边卡了大概有10分钟，我才发现它是无解。所以呢，这里是什么？无解，干脆把它擦掉。来，请问，我想说，那就干脆让你们来学一下好了。所以看题目就要知道还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不要，老师出题目哎，我来算一下好了。怎么办？我算不出来，那边很焦虑。其实他根本就算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不要那么紧张。好了，这两题是谁？我。来，先谢谢。第一个算好不好？来。我。第二组。你不能只靠他通知，等一下问你家长上来。分一些分给我。我怕你们家就一个地震。第二组，其他人要变厉害啊！我们能靠他。那大家自成一组就好了。来，另外一个呢？第四组。我写的我写错，他少一点。谁可以来算？换人了，不要看到同样的人出来。哎，我这组都没有来。对，先给他们叫出来。你呀，太搞我了！台下的人不要只是听你笑话，帮忙验算，那你们再给你们算对了。不然你们那边告诉别人的，如果算错，那一分钱都没有。怎么样来补一下吗？有，我有写23，我第一个写23，我这样。快点补啊！他们两个都改错答案。这个我已经没看到。啊，对，老师没看到。错了。啊，我们看到另外一边，这个也是看。好不好？你们这样子考试，哪会以为老师跟你心有灵犀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考试时间，因为考试的时候时间比较充裕。不要以为老师跟你心有灵犀，好不好？我看到二十岁，我看到这个两个不会啊。他第一，放在第一个啊。对对对。对嘛？对嘛？用一下你的智商。对对对。啊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今天只是上上课而已。好，来，这样子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刚刚最快，对不对？可是到后来一直改，也不是最快，所以我们这一题不算快慢，好不好？来看到这一题，对不对？还没写单位。来，我们来斟酌加分，来，这个你觉得还有哪里不完美？还没写单位。还没写单位，没写什么？没有写没，好，这一个对不对？也没写单位，答案都对，没有写单位。来，请问黑板上最标准的是哪一个？第五组，那个对不对？中间第三个对不对？这是谁写的？哪一个？上面单位写没？对嘛？你在平常是，我觉得 OK， 没有写没。老板，我要10元换2枚5元，还是聊了？老板，我会换10元换2个5块。自己说钱没？可以啊，老板，没有钱啊，没有钱啊。好，所以，这是他个人问题。OK。快，然后第四组。老师，你算分的。
你要把我那个教幼稚园的拿出来嘛，万就岁，然后你们要说嘘，不要了，我想回家一次，自动安静。好，来，你们还要 attention 万就吗？不用哈，啊，哎呀，这也是最标准的，因为你要告诉我二十三个是谁的，然后他就把第一个放，五元放第一个啦、啊。这是正常的、啊，对啊，五元方案就是。来，这个有写五元，这个 OK， 这个也 OK， 可是那个是最清楚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哦，我写这个。哦、好了，三十六几多加分啊？哎、欸，五元乘二十三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五乘二十三的意思。如果是我会这样看，因为乍看这样是这样，那这个还勉强可以，可是它没有写单位，所以就漏一个缺点。然后那个呢？那个是最标准的，五元有二十三个，十六十九个，明显。我也要加强，就是什么，是再漂亮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这题是哪一组？多加分，好不好？那个最标准的多加一分，来，这边是第一组，第四组两分。那再加一分呢？哎，第三组今天有来吗？好，来，这边第二组两分。还要加一分呢？还要加一分呢？哦，我刚刚改，可是改到后来其实都没有差别。来，那个是第几组？第五组。第三个的是第二组。第二组。第三组啊、哦，第三组终于上来了，然后一下子就得三分，然后来最后一个是谁？我。啊，第五组有两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要三分。他是我们三分。来，所以这一题没有问题。是唯一有写单位，是写对的、欸。对。对。他们是其他人心里就会觉得哦，每次都看那个，你就可以举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抓，因为我还不能认得你们全部的脸。如果有人一直上来，好就骂我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第二题有问题吗？有问题举手，没问题举手，还是有问题啊？怎么没有？有问题举手，没问题的举手，没问题举手，好，都确定哈，好。那我换第三个，来，第三个，上个无聊点，我来看一下影片题，我不知道我什么。有差吗？看不清。有差，我要看卡通。设定错误了。对，这是我的首页。没有，因为我要检查一下。好，动。对呀。郑大哥，你还记得小时候我都很常买包子的事吧？啊、注意看哦，这个是题目哦。小草，那时候阿伯刚退伍，就身上卖包子。我当兵的那两年，经常在厨房帮忙，学会了做包子。退伍回来，就在山下开了一间包子店。是啊，那时候我在山里国小读六年级。毕业典礼的那一天，班上同学说好要到山下买包子，回来学校一起吃。那个时候啊，张大哥买两种包子。哇，老师，你干嘛要学这题问题？菜包一个两元。结果发现你拿这题问题很实用。哇，这么便宜吗？对啊。里面有四万七。而且张大哥做包子很大很结实、哦。这个是重点吗？所以大家就说好，每个人买一个包子。那姑姑吃的是肉包还是菜包？姑姑那天刚好有四元，所以就想买个肉包。我跟你说，小草，姑姑那时候当班长。是他年轻的时候。一早到了学校。就拿了一张纸给大家登记姓名、包子种类还收钱。全班总共有三十个同学，一共收了70元。哈，有人在记重点，对不对？毕业典礼结束以后，全班大扫除，姑姑就喊外号叫小胖的同学一起下山去买包子。哦，走路吗？走路。我和小胖
的时候慢慢走。不要太快把那个秘密打开。有的时候用好了。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很小。所以其实问题是在那时候用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还记得你姑姑那时候从口袋里掏了70元出来，可是就是找不到那张登记的纸条。你姑姑还问小胖，是不是可以跑回学校去问是哪几位同学登记买肉包？佳佳，我自己是登记买肉包，可是你要我跑上山。所以他果然是小胖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店员邱美姐刚好进来，张大哥就告诉邱美姐不用，就到这边就好了，因为见了后面，不看后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应该怎么办？他需要再跑上山，然后去看一下，哎，我这个登记单子在哪里吗？不用，对不对？其实邱美姐就是那个数学老师，对不对？他告诉他了，其实你怎么用？好，现在所有你们每一个小组里面一定都有一个邱美姐，所以请问你们谁是组长啊？我是女生，你是女的。Oh my god！ 哎，还要不要回家？真的太有位置。陈卓文，挤他，挤他们挤他。控制一下，好，来，一样啊，等一下我加分一样，只要你答案都算对，然后过程没有问题，那我就加2分。但是你的东西够完整，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就给你加3分。跟别人不一样，这个规则不一样，跟别人不一样还可以多买。缺买，为什么要除以二啊？解释一下。他减等于二啊。是减二等于二啊。对对对，即便不减，它还是有一个二在里面啊。对。好了，就每个人的心算的历程不一样，每秒要求每个都一样啊。好了，这个 OK 2分，来这个呢？全部都会等于 A。然后为什么是？然后等于 25了。哪一个啦？第一个。第二个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第二个了。好，第二个有没有问题？所有事情都会有理由。好，刚刚第三个了，第三个没问题。有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凭什么？会不会考试的时候不要这样子写，那样会成遮成老师的眼睛？老师没有老花，都变成弄到老花了。好，这个没有问题，确定吗？完全没有。后面怎么做？他们自己都没问题，他们自己写的啊，废话。后面的都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好，再来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班，另外一组吗？对，另外一个。好，来，这个有没有人看得懂？看不懂。后面粘在一起。好，来，还有。他们害的。这个你们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啊。懂啊。看得懂啊。好，我看得懂。
哎、欸，他们撞我们，来，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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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